早上起床的黄金十分钟，只要你做对了以下几件事，至少多活15年。记得点赞收藏起来，分享给我们的家人吧。一，两手对搓1分钟可以治疗肩痛。两手迅速对搓300次，刺激手掌的经络穴位，可通六经，强化内脏，还可以治疗肩痛、眼睛疲劳。二，按摩头部1分钟，使头发乌黑有光泽。手指的指腹由前额按摩至头顶到脑后，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，使发根得到充分的营养，头发乌黑有光泽。三，轻揉耳廓1分钟，可以预防耳鸣目眩。双手的手指轻轻按揉左右耳廓，指微微发热，有通经散热、保健听力的作用，尤其对耳鸣目眩有预防的功效。四，转动眼睛1分钟，提神醒目。眼球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30次，提神醒目，强化我们的眼肌，可以预防眼部疾病。五，手指揉鼻1分钟，防治心脏病。双手的手指上下揉鼻50次，可驱风散寒、开肺窍，对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，甚至对心脏病和动脉硬化都有防治的功效。